乐基儿同梁乐斯呢日就一齐出席活动，已经有咗七个几月嘅 Gilly 仲着住高踭鞋现身添。睇到早前 Gilly 带住个肚做出好多高难度嘅瑜伽动作，而且仲狂食大肚婆最唔应该食嘅西瓜，难怪网民见到都好戥 Gilly 担心啊！我就其实而家冇做啲高难度，因为之前就影咗七嘅 photo shoot 系好早期啱啱 early pregnancy。咁所以啲相唔係而家嘅 ，but I still do yoga, but just very gentle and I do prenatal, 即係大肚嘅 yoga。I love watermelon, 因為 watermelon is my favorite fruit, but 我係冇食 watermelon 咯，因為 watermelon 其實都有有啲菌嘅可能 ，so you have to clean it very a special way to clean it。至於舊愛黎明最近就有傳同助理阿 Wing 已經在美國備婚， Gilly 又知不知道這個消息呢？ Good, congratulations, 即是等他們很開心咯，當然我沒有去八他的東西，還有都大家沒什麼來回來往，我自己不知道，如果是真的話I'm so happy for them。另外作為三子之母的梁樂詩，要照顧小朋友又要兼顧工作，會不會很吃力啊？又不會喎，因為小朋友即係佢哋星期一至五都要翻學，咁佢哋翻學時間我就可以出嚟做嘢，係啦，咁做完嘢咁我都會翻屋企啊，擺佢哋瞓覺啊，所以又冇。其實我最緊要係平衡到自己時間、家庭啊同埋事業。而家都好獨立，係啊，咁大仔就嚟十歲咯，跟住孖仔係咯，今年又九歲嘅，都始終要督住佢哋啲學業咯，係啊，因為小朋友一唔督住咧，佢哋就會懶散啊。咁我送佢哋去外國讀書咁樣，最近有冇咁嘅計劃？冇咁嘅計劃，從來都冇。冇，係好，或者遲多幾年啦，而家都仲細。